比如说萨瓦迪卡，就是欢迎光临什么的。那什么谢谢，就是卡崩卡。然后还有谢谢你，就是 cocoon cocoon， 就说泰语的时候一定要捏着那个嗓子 cocoon， 是不是有娘一点？然后还有比如说你要问人好啊，就是你好吗，就啊撒拜地买撒拜地买。然后如果是我很好，你要回答我很好，就是撒拜地撒拜地，知道吗？撒拜地。然后不要笑，你不要笑，很认真啊。然后比如说对，还有一个就是水啊，水就是囊囊哈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对，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要问人家多少钱，就是阿尼套来阿尼套来啊，记住了吗？然后还有什么便宜点，好像是格罗爱呆买，格罗爱呆买，格罗爱呆买。别人问你啊，你要问价，就是阿尼套来多少钱，别人说贵了，你就跟老爱呆买，就这样子就行了。然后说数字我会啊，能松沙西，能松沙西，哈后七派告西，那个要加上泰国的那种感觉啊，能松沙西，哈后七派告西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什么我爱你啊，我爱你好像男生女生还不一样，女生是什么灿拉坤，灿拉坤，男生呢是彭拉坤，就是灿拉坤彭拉坤这种，灿拉坤彭拉坤。然后还有什么是就是菜菜不是的就是卖菜卖菜，记住了啊。然后要就是嗷嗷，不要就是卖嗷，记住了吗？好像大概也是这么多了，我也就学了这些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就是可能我也说的不是很准啊，你们可以学着用一下，如果那个到时候交流不上的话，我不背这个锅啊，我也就是一个初学者，好吧。